云海奔腾，曙光乍现，缩时摄影玩家庄家和时常上山下海，走拍台湾各地大自然景致。 台湾地貌多变，高山湖泊日出流瀑，他曾上合欢山、玛雅平台、银河步道拍摄，眼前的满天星斗化作一张张美照。曾经背着30几公斤的装备上合欢山，中间的辛苦是真的是很难去叙述。开着自家吉普车四处走拍，光油钱就耗费上百万元。拍摄期间还得忍受蚊虫叮咬或冒着山区酷寒天气，辛苦不在话下。在每个时间地点，他透过摄影的空间，让我们发现就是哦，原来台湾是一个很美的地方。他能坚持那么久，一定是他很热爱拍风景。近日，他集结10多年来的心血，将走遍全台56处景点，拍摄近30万张缩时摄影照片，制作成20分钟精华版。其实有很多的国外的朋友，或者是看到我的影片之后来台湾取景。 或者是旅游。从事助听器生意的庄家和10多年前开始迷上缩时摄影，利用工作之余闲暇时间四处取景，要让更多人透过他的镜头看见台湾之美，认识台湾。三立新闻吴坤宇、王子瑜、陈怡姐南投报道。